这位女士在干什么呢？贺总的艳照，万千少女的渴求，我今天就是来做好事，帮麦麦圆梦的。你拿过来。还我了。哎，贺总，艳照已经伸出，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拿着。秦女士，你知道你有多沉吗？你该减肥了。不，起来。腰胀掉了，起不来。起来。我不起。起来。我不起来。你是准备一直躺到天黑是吧？反正你今天要不撤诉，我就不起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再碰我，我就喊非礼了。贺总，贺总，沈怀妈急着找您，我快拦不住了。知道了，不好意思了。